除了说在那个Python 啊 VBA 里面 OK 之外哦，再来最后呢，顺便讲一下啊，因为像这种写法，各位有没有发现，这边为了 I 的部分哦要转型，然后 J 又要转型，然后 I 乘 J 又要转型哦，你会发现哦，光打这个 Shin 的这个 function 哦，你要打三，至少打三次，很麻烦。有没有比较简单一点的方法？OK，也就以后如果你有很多字串，哦，然后你要把它丢到那个一个，就是可能一个字串，然后你要把很多个外部变数放到字串里面的话，和甚至很多个哦，现在只有三个啊，如果还有四个更多个的话，哦，我是建议你用 format，哎，format，那 format 怎么取代？会不会比较简单？哦，我们来看一下哦。如果你用 format 怎么做哦？第一个，我先把这个注解掉了，哦，注解就 Ctrl 加斜线嘛，哦，好，那再来的话就是 print，那我就 print 什么？一样哦。如果我用 format 来做，要怎么做？第一个哦，你先产生样板，哎，样板双引号两个，然后呢，样板的话哦，记得是大括弧。那我讲过哦，大括弧里面呢，如果加冒号。对，然后加 d 的话是整数了。不过哈，如果你只是要输出什么东西的话，其实哈，最简单的方法，你形态都不用指定，就给它大括弧就好。所以哈，如果我第一个我要放 i，那我就在这个地方给它打个大括弧，大括弧后面呢加一个 x，再一个大括弧，这个就放什么放 j，等于什么呢？后面 i 乘上 j。又是输出一个，有没有？你就再三个大括啊，最后的话呢，一个 tab 键反斜线 t，意思就是说哈，我先把这个样板先产生，那里面的话有三个大括弧，当然如果你没有要四舍五入的话，或者也不用指定哪一种形态的话，反正你就帮我放进去。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加一个大括弧，这样应该够简单吧？哈，然后呢，把它的样板做好之后，后面加什么呢？点。format，OK，好，哎，format 的啊，有三个大括弧，所以呢，你后面的参数记得哦，你就要给三个东西，第一个是 i，所以你就先放 i，逗点，第二个是 j，第三个什么呢？i 乘 j，哎，有没有？所以其实哦，它就帮你把 i 放到这个大括弧里面，j 放在大括弧里面，哎，这个放在这里啊，最后加一个。换行符号，OK，然后最后我要把什么？把那个换行吃掉，那刚刚有了哈，这样啊，其实可以参考上面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就写完了，OK，啊，我们来试一下啊，看一不一样哈，执行，OK，结果呢一模一样，哦，啊，这样看起来这个写法有没有比较简单？应该有吧，哦，OK。所以特别注意哦，这种写法如果你会的话，那将来如果你有很多个变数，那你就不用一直转型串接转型，好，就不用一直 string 哦，一直把它转化，那这样很麻烦哦。所以如果说，假如你有很多个变数，你可以用大括弧啊，记得最后的话呢，再加一个点 format，再把这几个值丢进去，这样就 OK 了。好，哎，输出结果感觉好像又更清爽一点啊，所以这部分请各位试一下哈。那另外的话，再来待会也可以想一想哈，后面还有个范例，星号输出，什么叫星号输出？请各位帮我输出一个这样的一个三角形，从上到下一颗星到13颗星，1到13颗，意思就是如果我今天哈，假如用 for i for j 的话。第一列只输出一颗星，第二列输出两颗星，以此类推，第13列输出13颗星。哎，这要怎么写？这个如果说你用那个刚刚九转表，也可以有类似的写法哦。For i 等于for i in range 怎么样呢？好，range 的话从一逗点，因为13的14，然后再来 j 的话决定它要跑几颗星输出。哦，OK，也许你可以想想看，哎，如果用类似的原理原则哦，看看有没有办法输出这样的形状哦。啊，这个形状输出之后哦，
还可以再变化了，请你把它倒过来，反向的，有没有？倒过来就是本来是1到13嘛，哈，啊，也许你可以再变化一下，变成13到1，甚至还可以怎么样？还可以变化，什么变化呢？哎，空白变成这样子，只是前面要加12个空白，再加一颗心，11个空白，再加两颗心，哈。不过这后面的变化，我想自己在，如果动作比较快的同学可以想想看，啊，如果比较慢的话，哈，也许你就先试试看。如果要输出1到13颗心，那1到13颗心呢，刚好跟它的列号，哎，刚好相符，一颗心就第一列一颗心，第二列就两颗心，好，以此类推。哎，这个如果写一个回圈该怎么做？好，如果你用 for i for j 的概念来写的话，有没有办法把它写出来？好，啊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哦，哎，这样的话，嗯，慢慢你会越来越熟练了，以后想要输出什么就会越来越简单。好，可以试一下哈。